哈哈哈，你个小菜，看爷爷我怎么惩罚你。这是啥情况？那怪物一把撞得我扑通倒地，我躺在地上想装老头，却感觉全身无力。完蛋，难道老杨我就这么要变成阎王女婿？我这还没想完，那怪物的樱桃大嘴就朝着我开始嘟囔。一点事也没有。啊哈哈哈哈，果然是哥斯拉战甲，不愧是你，即使失去了特殊的能量，皮糙肉厚这一属性还是依然倔强。怪物来吧，爷爷我可是刀枪不入的。不要过来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的力量呢？啊！咒术被那尸体一把抱住，像啃猪蹄一样啃噬，剧烈的疼痛让他完全无法保持以往的优雅方式。在一声剧烈的疼痛中，咒术整个人化为烟雾爆开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黑雾瞬间笼罩了那个尸体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的能量规则和这个世界并不相同，所以我的力量才无法使用。还好我原本就虚化过身体，要不然还真是死定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化为这空间的生物。